华语讲吃瘪，台语讲食弊。今仔有人要请我食弊。这家吃弊的啊，吃弊的，哎，哇！啊，今日有迄个义务，互恁一个惊喜，啊，变互恁一个惊喜。哦，哎，这种像着炒迄种个什么青菜？青菜。啊，不过这个烤的很好吃。可以啊，哦。对，烤的它就吃原味，跟那个小卷一样，但是它的嚼劲比小卷还要 Q。阿斌是卖鱼的职人，每礼拜四五六才来吃行鱼啊，给咱吃。啊，这行栗子南瓜。栗子南瓜加迄内底迄个是啥？照烧排骨。照烧排骨，啊，伊这处理啥？柠檬虾。柠檬虾，而且你限量。对呀，啊，所以我这边卖完就没了，所以现在帮他开背呀。帮那个虾子开背，开背，但它味道还吃得挺好。阿斌的店或者不少，好在即马阁无真侪人知影。栗子南瓜啦，对，栗子南瓜，栗子南瓜，栗子是什么栗子啊？天津栗子。哦，跟那个栗子是一样的栗子，天津栗子。南瓜。对对，这就栗子南瓜。真的哦，阿姐，这大罐。这种蜜莲用什么蜜莲？蜜啊，用那个蜜啊。用个蜜哦。对啊。他们做好的蜜来莲。对啊，拢打用新的，用蜜来莲啊。哦，你用新蜜来莲哦，新蜜来莲是比古蜜较好吗？你在人咧莲的啦，有人讲古蜜是莲较好种。哦。我改变吃，我改变吃，我无咧莲。哦，你爱食蜜哦。哦。啊，我最爱食蜜。哦，你最爱食蜜哦。半锅点过来。哦，咸啊。我来兴趣啊。哦，兴趣两边。我山顶嘛咧捏啦，啊海嘛咧捏。捏啦，能死啊啦，能死啊你。你做做一头啊，你做做一尾啊，你做做一下咧。嘿。对啊，就是安尼无讲。今仔真侪野生的鱼啊，拢出出来啊。哇，你这盐工，你搁加伊的皮搁用起来。哎呀，用起来。用行的啊，用行的啊。哎，这种是算剥皮鱼嘛？干嘛？啊。阿妈。阿莫莲对啊，阿莫莲不是剥皮鱼吗？剥皮的，剥皮啊，剥皮。这种鱼啊啦吼，咱讲这种鱼啊啦，都煮米索啊，相当好食啊。米索啊，哦。用汤的用啥？用汤的用啥？用鱼排哦。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看这看这。拍皮，啥用拍？用熟的，熟皮啦。熟的，安怎熟？用抛抛物线啊，是不？抛物线个，哦。来，烫烧水哦。啊，个烫烧水哦。烫起来。啊，啥烫烧水？啊，烫起顶个一个膜啊，吼，再你啊看，后来开始有无？哦哦。一个膜啊。哦哦。一个膜啊。会当个扣掉的对啊，会当个用扣掉的对啊。啊，袂当烫烧久哦。啊，袂当烫烧久。一段时间嘿，一段时间啦。啊，变变。哦吼，啊，冰冰是安怎？冰冰嘛是同款，下底有相，哦，下底有相，哦，迄个相拢爱用起来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一张相过来，是只，哦哦哦，这顶，好。啊，对，我看麦，哦，这是，对对，这膜这袂价钱，哦哦，这袂价钱，这十八，嗯，这只十八，啊，个迄个，廿零几嘞，廿零几嘞，系啊。啊，你今仔是准备要做啥？三杯。三杯哦。嗯，三杯啦。啊，上海做三杯。你即摆阿个王无介冷吼，食三杯都较袂晓死，只边啊，甲落刀两刀，边啊刀哦，嘿，边啊刀，啊刀了来，嘿，直接开始切了，哦，好好好好，边脚掌啊掉掉，哦，好好好，来阿个切，来破开，阿这阿说伊个脚落甲伊这伊这把离开啊的了，对对，离开啊，阿这脚掌够要利用，脚有啊，脚来价值啦。看我来叫几只钓啊！啊，放来会钓。啊，放来会钓。放来会钓。这边是迄落养殖的，还是迄落？这叫野生的。野生的。对，我改一拍。也有人养，也有人养殖。有啊，饲鞋较乌。哦，鞋较乌。哎，色泽较乌。哦。哦，这三杯料先放咧啥子地方啦？啊，看来这个边倒来的地方。没有，这个我以前是在滚一袋，以后没擦到胸部，一旦给它一擦到胸部也老皮，所以我肌肉先烫过一下，然后顺便洗一下那样子。哦。对啊，等一下它跟那个边一起炒的话，它才不会肉太老。
先烫过一次，然后把上面血水也洗掉这样。哦。好，那就。哦，把它放进来就对了。对。哦。啊，看来这会差、哦。一旦也这会差。啊，这里给退吗？哎，这给退吗？好、哦，给退吧。嗯哎，胶坑嘞，啊，白一个哈，啊，白一个，加姜。哎呦，你明啊！看嘞，我个白较大个，我白较大个，我白较大个就总加淋落去的，对啊，淋了一叉吗？对对，淋一叉。啊，大概什么程度？大概好半小时，他就准备倒油。哦，准备豆油，我这个先准备豆油。豆油，你再翕，嘿，我翕一个，安尼较紧。啊，翕偌久？翕差不多三分钟。翕差不多三分钟。翕三，翕的作用是啥？泡芙巴较紧熟。芙巴较紧熟。哦。你怎安那？一定会当。哎，准备要落豆油啊！哦。哦，要落豆油啊！哎，加酱油是要做三杯啊嘛？对对对。啊，酱油还有什么？酱油啊，再红糖。啊，红糖。好疼哦，红疼，红疼哦。啊，其他开始你想着种用三杯做法，这是你家己想的吗？有啦，三杯较早就拢有啊。较早就安尼做法啦。较早就安做。啊，种老师傅，好啊，无一个就好些。啊，都有啦，我几二过啊。啊，你有二过啊？哦，啊，差不多安尼啊，准备当用疼啊。哦，反正用疼啊。来，你红糖入去啊，红糖嘛吼、哦。红糖。啊，把红糖袂使，一定啊。红糖较香。红糖较香。红糖较香。哇。啊，炒偌久？哎，炒炒到伊要翻焦。哦。翻焦了，蒜头，蒜头了。搁过来，搁放蒜头了。哎，搁放蒜头。哦。炒好。哦，才袂当伤大火。炒大火，炒火炒好。会炒火焦。哦。所以这爱注意，还要注意些。但是你这款是用中火，开中火的。哦。然后来蒜头下去。我来蒜头会当落去啊。蒜头下去了啊。蒜头一定要台湾蒜头啊。台湾蒜头较香。较香。哎，阿妈，食了会小可咸咸麻咸香。哎，小可咸咸安尼。这慢慢用进口的哦，进口都歹吃哦。进口的。食了一个臊味足重。一个啥物味？一个臭臭迄味足重，臭迄味足重哦，进口的啊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嘛是台湾的蒜头，蒜头好啊，系啊。啊，你这对台湾对蒜头欢迎吗？伊即个是菜市内底，我们的老坛的蒜头啊，蒜头。哦，老坛的蒜头，菜市内底老坛的蒜头就对个啦。安尼炒炒就好啊。啊，等下爱再用砂锅收收干。你用砂锅的鱼收干，爱看啊，熟的干还好吃。哦。锅喽。啊，砂锅搁来搁来烧一下就对了，嗯。啊，烧偌久？烧一下啊，烧一下就使。有迄个，啊，这砂锅安尼烧袂歹。哎，袂歹。哦。哇，安尼是三，是三杯币。嘿，三杯。三杯币。嗯。安尼完成啊啦。啊，等下准备高蛋挞落去啊。过来呐。高蛋挞。哦，高蛋挞过来淋落就对个啦。最后九层塔。好，九层塔再进来。哇，这三三在，三哎三杯币啊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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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关节了关节了，哎，来了，上阿了，五年来关节了关节了，价格像啥？鸡巴吗？嗯，鸡鸡鸡巴，鸡巴，鸡巴，啊，就有人鸡腿啊，系啊系啊。